Hello， 我是 Des。今天我想分享的是，就是当你在隔离的时候，无论去哪里都好了，就需要准备的东西有什么？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嘛，然后呢，为了让自己安心呢，我们自己自带那个日常用品会比较好。例如，因为有些酒店呢，他们是不会提供帮你洗衣服啊、裤子之类的这些服务，所以需要自备或者预备一包小包的那个洗衣粉或洗衣水，可以方便自己洗衣，以防万一那个酒店是没有帮忙清洗衣服啊、裤子之类的。再来呢，就是牙刷、牙膏咯，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用自己的东西会比较安心一点吧。然后我个人呢，我也是不喜欢用酒店的牙刷、牙膏，所以我都会自带牙刷、牙膏，还有剃须刀这些之类的东西咯，这些是必备的啦。然后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平时洗澡需要用的就是洗发水，还有那个洗身体的肥皂，因为这两个最好是可以自带啦。因为虽然说酒店是会有提供这些洗发洗身体的肥皂，但是呢或许有些人是用不惯的，习惯用回自己平时用的牌子啊，因为知道它里面有什么那个材料啊，对自己的皮肤和头发好不好之类的。因为酒店用的肥皂呢，因为不清楚它的那个成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自己带自己的会比较好啦，那个洗发和洗身体的肥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备餐具了，就是你的筷子啊、汤匙啊和叉呀，这些自备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在隔离十四天用的都是外面他们的那个塑料做的汤匙和叉，因为疫情期间嘛，用自己的怎样都安心过用外面的，对不对？因为卫生的问题，可能你也不知道外面的卫生如何。然后呢用回自己的餐具呢，你可以自己用了洗干净再用。那外面的餐具呢，因为他们是塑料的嘛，没有可能拿去洗了又再用，是可以，但是不卫生。所以呢，建议是自己带那个自己的餐具了。我们回国之前呢，就需要准备像是自己平时可以吃的零食啊、杯面啊，或者小吃之类的。但是因为在隔离期间，有大部分的酒店呢是不让带像是芹菜啊、肉类这些食物的，是只能带干粮啊、干的食物，例如像杯面啊、饼干啊这些之类的啦。如果呢自己带的那个小吃啊、零食啊、那杯面还是饼干这样的东西不够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让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带过来了，然后呢带过来到楼下呢，他们相关人员会检查好是不是符合标准过后才会帮忙你拿上来给就是给你了。因为呢他们需要检查里面有没有刀啊或锋利的东西，因为是不让带的。然后还有隔离期间呢，他们是不让喝酒也不能抽烟，否则会被罚款。当然他们这里会有包三餐呢，那三餐就是早午晚餐都会有包的。这些零食呢，是因为就是如果是当他们这三餐吃不饱的时候呢，你可以当做小吃来吃，饱一点点这样子的咯，而不是早晚餐那样子来吃。因为我们也要顾好自己的健康嘛，因为零食讲说都是不算是很健康的食物，所以是不是很鼓励，只是偶尔来当小吃是可以的啦。还有呢，就是酒店是给让叫外卖的，就是像是外面的人送食物进来的，但是呢酒店是不鼓励啦。会听到起来有点矛盾呢，让你叫外卖但是又不鼓励你叫外卖呢，原因就是因为外面的人他们送外卖进来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他们接触过什么人、接触过什么东西，然后也不知道卫生是如何的，所以他们是不鼓励就是叫外卖啦。因为以安全，因为在疫情的问题嘛，以安全来着想的话，是比较建议是酒店里面的三餐、早午晚餐或者家人啊、朋友啊送来的那个零食小吃会比较好了。水杯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带自己的水杯了，然后呢也不用担心酒店是不会就是没有水给你喝，酒店是会有水给你喝的。看哪一些酒店，因为有些酒店呢它会放一整箱的水、矿泉水在你的那个房间，然后有些酒店呢会像是送食物给你的时候送你水，就是矿泉水啦。
然后是不用担心没有水喝的啦。然后酒店里面呢也是有热水壶，也可以自己去装水啊，然后煲水来喝，这样子会更好咯。因为煮过的水讲都好过矿泉水嘛，那你煮过水算是杀菌啊，然后也可以安心的喝的。说漏了一样，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带自己可以消毒杀菌的东西，但是卫生纸还有一个湿的卫生纸，湿的卫生纸我是建议就是带可以消毒那些细菌啊的卫生纸，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这里是没有提供这些消毒杀菌的卫生纸的，他们只提供你普通的卫生纸而已啊。床呢，我们最好是可以自己带自己的那个床单啊，还有那个枕头套来了，因为一样呢，就是让自己睡得安心一点、舒服一点的话，是自己带会比较好。还有呢，就是那个喷床的消毒的东西，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床那一方面呢，因为是我们14天下来呢，会一直睡的东西，会一直躺的东西，所以呢，消毒是最重要的。所以最好是自己带一个消毒可以消毒的那个液体啊，喷的东西了。好了，今天的那个分享就到这里了。一眨眼我又过了几天，差不多我大概还有大概5到6天这样子，我就可以出去了。然后，奥利给，拜拜。